一开始大家其实也能感受到我其实来这儿的一个最大的目的，我要舞台，我要舞台，我要舞台。我说实话，我真的不在乎，但是就是这个节目最大的魅力，它会还是会把你内心的那股胜负欲给拉出来，就是我还是那个我梁森还是那个梁森，从小在赛场长大的梁森，我逃避不了我对胜利的渴望。我其实真的特别想感谢一下我的公司，我的老板，没人回去想签一个光头还是一个有个性的光，我头发确实有问题，它不是我想剃。我之前胜负欲强到我头发掉光，长出来以后全是白发，我不停地去剃，因为我不想看见，爽。然后我说我来这儿能行吗？我说人家这个选秀，人家是个也得看颜值的一个节目。我老板说了一句话，你放心的去，我们既然这样，我们就这样。这句话可能说给别人可能感受力不会那么大，他对我来讲，给了我太大的力量，给了我这么多年特别大的力量。加油，陈哥！这剩下的话就是送给我面前的这帮兄弟和我自己。还是那句话，坚定自己想做的事儿，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，你就是你自己，干就完了。